遮就是放七十的所在。哦，听讲要放半冬才会当卖，要放半年以上。伊讲同久的放十冬啊，下骹遐有几个大粒的，迄十冬以上的啊。哦，听讲一百公斤的迄个牛奶盖，咱做八公斤的起司尔。这是讲温度偌济？都爱保持12度啦。负12度，冷冻库。伊敢有负？无吗？无负吧？哎、欸，12度啊。你讲冰箱是4到8度，伊无法度搞12度啊。哎，冰箱阁会脱水，哎，这袂脱水啊！哇，真水啊！我听，啊，讲去边遐大粒的，讲十吨以上的啦。下骹遐有无？几粒大粒的？哦。迄个要收藏用的，无咧卖啊。系啊，伊讲欠愈藏愈久的，愈价愈价值啦。个红酒啊，快。系啊，伊这气势，伊讲啊浸20点钟的盐水啊，所以较袂歹啊。所以保存很久，哎、啊，跟咱买倒去无法度保存那久，因为咱的温度无法度像遮那种恒温控制啊。好，这边遮就较细粒。啊，遮过来有诶较大粒，下骹遮上大粒啊。讲这足计值钱的，啊，像个收藏红酒安尼，像个普洱茶嘛是啦，愈久愈侪年愈计值钱啦。好，就安尼。